以下边一个唔系单位数，不是单位数 ？A 一 one B 二 two C 三 three D 十 ten。不如由林日希答先啦。B 唔系，二唔系单位数。我读 mathematics 噶。二真系唔系单位数？一咪单位数咯，二一二双位数咯。最后答案三，三咪单数啫，单位数肯定唔系。B 肯定唔系单位数。好啦，到陶杰啦。嗱，所谓世事无绝对，喺文明知识嘅世界，海纳百川，包罗万象，边一个数字唔系单位数呢？咁你上到上面啲人敢問你你是哪個單位呢？雖然數學就好虛，不過呢單位就係個好實在嘅社會細胞學，亦係一個語義學嘅問題，即係俗稱嘅 semantics。 如果你問一個數學家，無論係西方古希臘嘅畢達哥拉斯，抑或東方近代嘅華羅庚，佢肯定會話俾你聽，呢個係基本小學程度嘅數論知識。不過如果你問一個經濟學家，好像電影《有你終身美麗故事》裏面的 John Nash， 或者《國富論》裏面的 Adam Smith， 一切數字在操作之下都是一個零和遊戲，即是 Zero Sum Game。 又如果你懂得靈魂出竅，回去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問這個語義學大師維根斯坦，他就會說 A lack of a sufficiently clear and precise definition。 對不起，我答你唔到啦。只不過，若然你問我不才小弟陶傑咧，我就會話佢始終係一條多項選擇題，所以我嘅答案係 B for Bingo， B for Angela Baby， 亦即係 B for Bethlehem 呢粒百里行之星，跟住佢行就一定冇錯啊。B， 最後答案係答案就係 B。嗱，拍定手啊 ！Yes。Yes， 最后答案 B 是错的。为什么？正确的答案是 D 十。好嘢，两位都拿不到100万，给点掌声他们。除了他们两位之外，我还请到五位叻少少的嘉宾和我玩文答游戏。详细的情形可以去到以下网址，看看你要支持哪个。估中的话，有机会可以赢到100万奖金，晋升成为渣打优先理财的客户。喂，你老闆嚟噶喎，冇老嘅老喎，你夠話才子啦，話就話第一啫，不過好多人話十九嘅啫喎。